他们说十六七岁交的朋友会是一辈子难忘。一起上厕所啊。嗯，然后再陪你去买冰淇淋，是吧？走嘛。明明一起上大学，为什么我像个小学鸡，而你像我的小妈？乖，我们好了，走啊，妈带你去吃饭。啊，你又笑我。好的，从案我马上发你。喂，生日礼物收到了吗？这次又不能陪你过。收到了。我知道你喜欢用胶原专家雅诗兰黛胶原霜，最适合你这种老加班熬夜的了。我研究过了，它用到的专利胶原紧致科技，能十倍激活一型胶原自身，为肌肤拉起一张胶原支撑网，改善法令纹加深、苹果肌凹陷和下颌线松弛的显老问题。你别太焦虑了，要照顾好自己哦。乳霜质地很轻盈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是滋润款，秋冬拔干的时候可以用哦。谢谢啊，我还有点事，等假期见面聊吧。哦，好。妍儿，家里人有事，这是我小侄子，走吧。好，那走吧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吃什么呀？都可以。对了，我给你讲个八卦，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帅哥，听说是乐山的，家里是卖烤串。帮我看好他。啊？哦。小姨，我帮你看好他了。真乖，吃吧，你最喜欢的。我们都没有错与对，今天还是你送的生日礼物，我最喜欢。刚才光顾了回工作间隙了，快，那个八卦从头讲。